43. 蛟似梅坏之种，其种不发其芽，而千具肥苗之阴，苔粗粟壮，何以故？蛟则狂，或弗愿皆之于助，千受喜，故人皆愿敬而助之。自己如具骄傲之心或行，是绝对不利的。因为骄傲就好似一颗腐烂霉坏的种子，这个种子是不发芽的，更谈不上吐叶开花结果了。而谦虚才能催肥壮苗，使幼苗苔粗粟壮，长得很快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骄傲的人往往狂妄自大，目中无人，动辄夸夸其谈，所以人们不愿意与之接触，更不愿意帮助他了。因此古人有一句话叫做骄招恶，谦受益。只要谦虚，人们觉得你好处，就愿意接近你，与你交朋友，乃至尽力来帮助你，最后你的事业，你的一切都能成功。